哎，大家好，现在是2018年的10月21日的星期日晚上10点58分。哇，帮埋琴日一样，琴日又是这个终点，真的这么准的。好啦，不管点都好啦，准时就 OK 啦。现在就揸车回家啦。听日星期一我休息的，真的很开心啊，听日。不过想休一日啫，咁后日咧星期二、星期三咧都要翻工噶。最好系连休两日啦，就算话星期四、星期五啊连休两日最好啦。咁啊休一日咧就都好过冇啊吓。不过我呢啲唔系带薪休假，系啊，你喺美国啊休息就冇钱攞噶啦，咁样啊，诶，话之佢咧啲嘢嚟讲就系咁啊。OK。好，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啊，准备。好，踏入高速公路。今天呢虽然说在那里睡觉，在那个什么，在上班地方睡了两三个钟头觉，但是始终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不是好。即系个颈有啲痛痛地啊，唔知系咪瞓嘅时候咧，好似即系类似落枕咁嘅个膊头啊。一直系琴晚就可能咧就系个颈放得唔好，就有啲咩啦。好似哇，你好似快到，呢啲咁嘅死人啊！我最憎呢啲旧时车啦，又唔系快嘅真系，使唔使咁快啊？我咧就系呢个第二晚系咁啊！呢个死嘢咧，我先头咧，点解突然间又讲咗咧？就系呢啲咁嘅人咧，你明知人哋出嚟，你要预先要你要睇人哋部车出唔出口噶嘛？你揦埋冇预嘅，系咁呼呼有去咁样嘅嘢，加上部车本身又系一个独眼龙，唉，有啲人开车真系，唉，即系你喺洛杉矶啊，好多呢啲咁嘅即系。冇咩經驗開車嘅嗰啲司機，或者可能係唔係話好咩嘅，不過冇所謂，唉啲嘢嚟講啊，費事唉講多啊冇益啊，啊費事啊唔幫佢啊激呢啲氣啦，啲人就係咁，你行最邊邊條路，好心你睇清楚啦，啊即係諗嘢，好似我哋但好似即係前面部車。咁我哋肯定一望，哎佢出嚟啦，咁样咁肯定人哋出嚟啦，好似呢部车咁样出口啊，系嘛？你喺后面跟住咪刹车咯。而家你出咗嚟有咩办法？嗱，我喺呢个出边啊，奉之好嘅，啲人咧唔识揸车，你行呢条线咪快咯，你喺行入边咁，你咁样出啊，所以系咁。而家80英里啊，就183公里噶啦。都系咁样嘅事啊！好啦好啦，就不要讲呢啲唔开心嘅事情啊！咁啊，讲下今日有咩开心嘅事情？我谂下今日冇咩开心嘅事情啊，因为琴晚咧，即系可能咧就系饮多啲红酒，即系今日咧就系总系有啲冇咁舒服噶啦。
一個講下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啊，今日飲咩啊？冇乜嘢嘢啦，好似噶，即係正常咁上班咯。係禮拜日啊嘛，星期六、星期日啊嘛，上班冇咩話開唔開心啊？好似又講話開心嘅，啊，除非係執到啊，或者中咗咩獎啊，係嘛先可以咩啫？哈哈！誒，一日日上班，即係已經係做咗成年幾啊咁樣，所以話冇乜特別嘅。上班很開心嘅，你話唔同，你係休息嘅，聽下休息嘅啊，咁我講下啊，今日休息啊，有咩唔同啊？咁肯定有相當唔同啦，係咪？一個飲有茶飲啦，如果唔去飲茶嘅就係、是去咩啦？去自助啦，唔去自助咁你自己又喺度行下呢度去啊，見好多嘢噶嘛，咁你自不然咧，你就係個精神啦啊特別唔同啲噶嘛，係嘛？即系休息咧，就有啲开心嘅嘢讲下啊。上班就冇话有咩开心嘅嘢咁啊。但系你话有啲人嚟讲就话啊，我上班有钱搵，我休息冇钱搵，咁我休息肯定唔开心啦，我肯定上班开心啦。咁有啲人又会咁样啦。再講下報一報時間啦，2018年嘅10月21日啦，啊星期日嘅，好啊大陸時間啦，呢個時候係22日嘅下晝，接近2點鐘啦。好啦，我差唔多出高速公路啦。呢度啊，突然间变灯添，哎哟，我又个变天添，真系嘢可以讲，形容讲可以变天啊，系嘛？因为绿灯突然间红灯啦吓，今晚又打邊爐啦，今晚嗱呢樣嘢啊，可以講下開心啲嘢啦。所以由先頭我講啊，今日講下今日係開心啲嘢，咁你肯定就諗一諗下今日有咩開心啫，係嘛？你講唔即係冇諗到今日有咩開唔開心嘅嘢，但係突然間喺呢度啊離開高速公路呢下嘢就，哎呦係喎，一間我要翻屋企打邊爐喎，哎呦啊有好多靚菜食喎，啊咁你一下子你嘅心情又啱同啊，哎呦係喎，啊因為又有口福啦，咁啊又可以啊一碟菜啦，咁啊繼續飲啖紅酒啦，咁聽日休息噶嘛，咁啊今晚即係飲紅酒啊適當啲，少飲一杯咯，咁係咪先啊？畢竟紅酒咧對身體有好處嘅，但係咧就係咩嘢都係你飲過量嘅都係有問題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呢啲冇辦法㗎，呢樣嘢就係、是。
所以只能够靠自觉噶啦。我今晚同样会饮酒，因为我买即系早一排，早几日我买咗一瓶嗰啲酒十几蚊啊嘛，好似系星期几买噶，好似系。三個晚買的，沒錯，上個星期三個晚開咗高速公路咧，嚇離開高速公路啦，而家係行街區嘅。咁我總算啊改翻口啦，叫街區，我就冇講話 local 啦。local 咧就係呢度啲人識聽嘅。咁我啲視頻咧就面向全世界咁啊，所以好多人話 local 啊 ，local 啊，我唔需要講 local 啦，只係街區啦嚇。喺高速公路咧，我又講高速公路，呀，有個人喺度踩單車。得過唔過到呢個綠燈？未過到。好，總算到達啦。哇！打個喊路先。唔該你等我。哦，呢度。
而家阿小友喺度啱撞到啱正正啊！得啦 ，OK。